久了吧？好了啊，前几天呢，不是跟我们家粉丝说，就是有一个神秘小姐姐要来我们直播间嘛，所以呢，就是今天有品牌方把我们的朴秀敏欧尼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请热烈欢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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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不是很漂亮？请自我介绍一下自己。자기소개한번부탁드립니다여기하시면네어어어디로어디로이쪽에어이거카메라보고계시면될것같습니다 네, 네안녕하세요어잘안나오는데네좀만더여여기서보면돼요아언니아니야이거이거카메라여기있어요안녕하세요어大家好我是秀敏哇还会中文好厉害看不到现在是不是看到了呀现在是不是还挺好的坐近一点对你把那个放在可以了吧是不是可以了지금잘看到了啊지금은막괜찮은가요네나오는네好了他觉得可以了哇他们好多粉丝就是进来了对说好久不见小胖你们都可以翻译一下啊지금많은팬분들이이제방송을유대하고있고요지금보시면좀상단에있는게시청자수로보일겁니다와피부허베어디도예뻐요아유笑死了지금이제댓글로계속힘이너무现在已经被他粉丝霸屏了现在난리난거我们家出来一下来지금언니팬들이다왔어요是的翻译一下他们粉丝让他多穿一点怕他感冒了팬은많이입어요我많이너무추워서아예예너무추워요朴孝敏娶我不是全被他粉丝霸屏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好不好여자팬분께서너무이쁘시다고全部都被他的粉丝给霸屏了谢谢谢谢谢谢哎可爱死了我感觉我看留言区朴孝敏娶我是吧全部都是的为什么他们会说朴孝敏娶我啊不是男的一直哦那언니한테신가고싶어너무이쁘네요막이러고그래계속똑같은말을그만娶我全部是娶他娶我小胖哎别的呢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说娶我娶我太可爱了娶我怎么说的去啊韩语怎么说娶我哦小胖你翻译一下我就没팬들이왜이렇게말해요모르겠어요我们请问一下皮肤那么好平时都是用什么呀피부가너무좋으신데현재어떻게관리를하시고어떤제품을사용하시는지한번여쭤보시네요어저도어나이를먹고있어서 최근들어서관리를시작했거든요저현재다이제만만자장연기了然后最近也开在管理皮肤어일일일팩을하려고노력을합니다最近是一天一个面膜哦看到没有面膜是可以每天都敷的啊就每天敷一片那种补水的就行了你不需要去敷那种功效型的不需要就是每天敷但补水型的你们是每天都可以去敷的피부에부담이안되게그그네부담이안되면네부담이안돼안해도되고부담되면계속해도되니까아네네영양분이너무많이되면 네, 네맞아요흡수가되면피부가부담이될수도있으니까요 네, 네然后就是他们说听不见翻译翻译听不到啊他们说听不到翻译声音太小了我是要移动位置吗还是在这儿站的在移动一下位置吧声音大一点不要害羞你别害羞噻你别害羞声音有点小好的好的好的네소리가났다고제가좀높게말해야될것같습니다네네팬분들요구하셔가지고요네네好的我大点声啊大点声现在是可以吗现在你们可以听得到吗对的粉丝们可以听得到吗应该都是可以听到的吧现在声音应该都大了吧들려서확인하고있습니다제가통역하는게소리가났다고했잖아요开啊他的粉丝都让他开签名会了都是对팬사인회빨리언제하시냐고한번여쭤보고그러니까요즘에한국한국분들이또이제팬사인회를많이들하시더라고요、네、그래서저도빠른시일내에하기위해서노력중입니다다진지在
规划，可能会马上跟粉丝见面，可以期待，期待一下哦。嗯。然后就是一个淘宝跑走抽哪来的？对。淘宝内部방송에대해서는알고계신가요？아지난번에딱한번해봤거든요。아他说已经做过那个淘宝直播，嗯。진짜요？맞나？어디그지？웨이아분。아他说跟웨이아做的。哦。알았어。哦。괜히왜？아니야。아그것도몰라。좋아하시는분。네。아아니평소에화장할때그步骤步骤화장步骤어平时都是怎么护肤的？韩语不好。小我。스킨케어하고메이크업하는네화성이어떻게되시는지공유를해줄수있는지팬분들한테요청을하시네요저는처음에기본스킨스킨을하고아先是那个用水。就是打基础的那个基底，嗯，네그다음에过程，어좀무겁지않은에센스수분에센스를발라줘요它是第二步是用不那么厚重的那个精华，嗯，那个补水，嗯，그다음에수분크림을발라주고第三步是用那个补水的面霜，嗯그다음에요즘에좀꽂힌밤이있어요스틱밤어떤용도로사용을하시는스틱밤을、네、이제이렇게광채가나고싶은부분에、네、밤을하이라이트용도로먼저베이스를해줘요아它是现在第四步是用那个一个光彩棒，它是抹在那个、啊、那个这个眼角下面，或者是那个光彩棒。겨울이다보니까所以一定要护理眼睛。你现在跟你的粉丝一样，肯定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对，听不懂啊，太难了，想要翻译啊。我真的有一个专业的，我的韩语是阿当子。哎，那我想就是，帮我的粉丝们问一下，就是韩国就是他们说水要擦七次是真的吗？就是爽肤水要擦七次是真的。脱脑脱脑。바르는과정이일곱번정도바르시는지아화장전에는메이크업할때는그냥한세번정도只有三次。只有三次是吗？对，上妆的时候、哦、之前是只有三次的。嗯，难道我听错了？但他们一直跟我说都是七次呀。네중국팬분들다일곱번씩바르는줄알고계신데요네메이크업전에네스킨제품계속일곱번얼굴에네바르는지안나오해를하고있었던것같습니다他说他很太麻烦了。太麻烦了。但拍七次的话。어디유튜브에그유희하듯한국에서어유유희유희유리아中文就行流行的是什么东西啊韩国啊流行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流行的护肤品吗还是就是流行的护肤品是什么啊只有한국에서유행하고있는제품들어떤제품인지 네, 네한번소개를해달라고하시네요네바로여기있습니다짜잔看一下这个一般人听不懂一般人听不懂好尴尬啊小胖你羞涩不你在韩国留学那么久听都听不懂是吗然后这个他就这个呢他专门是那种可以补水保湿然后美白淡斑的一个产品他就是里面就是28天你真的是可以白而且他里面是有一个什么认证吧对吧对他有一个他有一个那个安利有一个什么烟酰胺的什么安利就在这里没有他收到了一个韩国的获得了一个韩国的专利跟一个中国的专利都获得了、嗯、都有的是双重专利的这个产品就是然后他28天真的都是可以白的如果就是因为我自己最近因为经常熬夜嘛所以就是皮肤可能会比较暗但是如果你要是不用一些美白的东西可能脸会因为你糖化也会使你的皮肤比较暗所以你真的一定要去美白这样的嗯直接平时熬夜吗평소에자주이렇게늦게자거나그러시는지아니면네저는요즘에잠이많아져서最近睡眠比较多10시간씩睡得比较多会睡10个小时以上哇果然睡觉就是美容对吗睡觉是你说最好的一个美容所以他们说那个什么
가이쁘다는그런말이있어요所以他们他们所以他们说那个什么，告诉你们一个保养的方法。如果你要是那个什么啊，想要变美的话，没有钱的话，就十点前睡觉。还拍这样的？一盒有几片？这个一盒是二十八片。这个一盒它里面只有二十八天，因为我们的皮肤焕肤的周期它只有二十八天，所以你用完二十八天之后，你的皮肤是真的可以白，真的是可以白的。而且就是如果你脸上有一些黑色素什么的，或者你们经常有的爱吃甜食，或者说爱喝奶茶的话，然后你的皮肤会氧化，氧化就是会停留在我们皮肤的表层，所以就会黑。然后你用这个也是可以去美白的，嗯，而且也是可以淡斑的。如果你有痘印，也是可以淡掉的。这个就是还蛮好用的，嗯。说好的夜猫呢？一盒不是一个周期，一盒是皮肤的一个周期，刚好是二十八天，是皮肤的一个焕肤时间啊。全被粉丝霸屏了。这팬분들너무댓글이너무많아가지고요제품에대한문의보다훈민씨가좋아요막이런글이他们说可以去台湾不？啊。从韩国能发吗？没有，他们是说这个产品可以寄到台湾吗？能发到台湾吗？能发，可以发，台湾的可以拍，可以拍哟，可以拍哟，加油！全球、全世界都能发，好吗？哇，粉丝哪都有，是吧？真的好多粉丝，小鹏，哎，继续翻译啊！我们太难了，啊、翻译，我的韩语不好、哦。你用你的手机打开一下直播间吧。对，因为它好多那种。对，要不要入境？죄송한데제가이렇게로그인해서계속댓글도봐야돼서바로바로통역했기때문에 네, 네잠깐哺乳期可以使用吗？这个哺乳期是可以使用，这是可以用的。对，就你哺乳期或者说你是那种敏感肌的话，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皮肤暗，就是这里面有那种就是补水的效果，而且它是有就是韩国跟中国两就是双重认证的一个，所以你用这个是可以的。而且它不只是你皮肤黑才需要美白，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有太阳光晒呀、啊，或者说灯光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嗯，我不是，你看我怎么我可能中文这么好，是不是？哎，姐，或就是你们韩国就是演出时候化的妆，跟你平时化的妆有什么不一样吗？他真的脸好小啊，你看，扒着脸，你的脸也小噻。하는메이크업이랑아니면평소에지금하는메이크업차이가많으신지팬분들여쭤보고있거든요 、네、 아무래도아이메이크업이좀차이가나는데속눈썹을붙이거든요무대에서는他说眼妆会有一些差异对对对오늘은안붙였어요是应该是那个睫毛嗯没有贴睫毛对他们粉丝都让他多说几句팬분들계속你可以教他一些中文。네쇼핑을좀많이해라고我也觉得是。여성을하시고있어요아그럼那种淘宝的多用的就专业语是吧？买。好多。买它。嗯，哦，好厉害呀，觉得。我韩语都不会。买它。厉害吧？下面还有什么词？还有那个。好，不是，补货没了啊！下啊！爆了！还有那个，上架，上架！哎呀，上架！厉害不？还有那个，还有叫啥来着？开抢！或者我最常说的发红包。哦，对，我红包呢？哦，你听说你今天要给我们粉丝送福利，对吗？嗯，就来了就该坑就得坑我。팬분들한테이렇게이벤트진행하는네이벤트해서어신걸알고있는데 네, 네맞습니다오늘이벤트를해서제가여러분께선물을드릴 、네、거예요说今天是给大粉丝送福利，迷茫中，一脸迷茫。我是你，我得温柔一点，我怕把人吓跑了，把人家合到了，我怕把人合到了，所以我得温柔一点。我跟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哎，雪莉，你们要教他普通话，不要教他那个
我没有，我叫的是彪夫。不要欺负海哥，密友啊，密友，密友，密友，好不咯？중국어좀더많이얘기를해달라고요能不能教点正常的？我们教的是挺正常的。我们能不能反着，让他教我们一点那个韩文的那个强啊强啊那个？哦，可以。哦，哎，就是韩国的那种烘修品，不是很有名吗？就是韩国那种烘修品，还有那种什么，也是那种很那种很有代入感嘛，就是那种韩国比较那种，就是那种像中国那种开抢啊那种什么话有不？혹시지금한국의홈쇼핑되게유명한걸로중국분들많이알고계시거든요네그래서홈쇼핑에서사용하는그쇼호스들이사용하는뭐어투같은거한번팬분들한테보여줄수있는지네비어노트로도가능하거든요네오늘말이죠 오늘비어노트상품을가지고나왔습니다네오늘소개해드릴상품은바로에센스제품인데요把我说懵了，아직열려안되죠어열어도될거같습니다열어도돼요 네, 네이렇게보시면 와굉장히많은양의 네, 에센스제품이이렇게낮장으로들어있어요짜잔짜잔짜잔你们给那个猪猪试用一下啊猪猪猪猪呢猪猪是哪要给猪猪试用一下你要试一下猪猪哦你们可以在他脸上试让粉丝嫉妒死吧羡慕一下你们羡慕一下好啊对我的那个欧贵子我站起来哎呀猪猪在这边你要给他上面试一下让欧尼是他粉丝哇羡慕死了不更好吗我觉得不要来不要了海哥我可以他们说这算是福利吗他们说算是福利啊哇欧尼安对拿可成了팬분이요네嗯我那天팬분이不要그래서我们啊他们说刚才那个女孩让我来欧尼你平时就是护肤的手法可以就是在他脸上教我们就教粉丝们一下这样보통이렇게그평소에얼굴에그스킨케어제품바르는방식으로직접바른방식으로한번이렇게테스트를해줄수있는지네是柠檬了吗酸了吗柠檬树下柠檬果不是柠檬树下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好酸摸我脸让我轻轻的抚摸你的脸啊冻死了我的双手抚摸过你的脸我酸了冻死了네아직많이남아있어요我不允许几这么多以后还剩很多急不死了먹고좀더부탁드립니다네다하고해도되죠네 오분들이야세문이가대냐啊对啊对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成分就是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如果你经常吃糖分的话这个你28天真的就可以白了而且它是韩国跟中国双重认证的你看他的手啊他是怎么对这是手法吗我手法对这是一个手法看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它是在我们的2号链接这个是在2号的链接啊팬분들지금댓글창에举我那个手机呢我那一张脸洗过去不会按在那个哪一个包给我一下感觉好舒服啊然后这个产品的话是很好吸收对这个产品的话是在我们的2号链接它的话今天到手价是98块钱啊那么便宜一盒吗两盒98两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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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我以为是98一盒98两盒今天是做活动吗据我了解这个还挺贵的呢不是不是搞错了搞错了吓死我了错了错了错了是的什么我赎罪是的买一确实是送一有送一但是送的是水是的来的拿的是什么俺做了送的是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不会过敏的你们一些敏感肌啊孕妇啊都是可以去用的我跟你说而且这个是今天买一瓶就买一盒这个然后再送一个大粉水这个粉水
也是那种补水保湿的一个成分啊、嗯。这个是在二号的链接，是超级美白的，是你用了真的能白哦啊、嗯！你们要的话就自己去拍，然后拍到手是88块钱左右吧，88一盒是吗？而且这送的是一个大粉水，这个粉水是限量的吧？对，限量300份，50份吧？啊，不，多少个？50个，限量50份，前五十个买才有送的，知道不？这个是在2号链接，你们要买的就赶紧去拍，到时候也很划算。而且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28天美白的，就是你28天之后就是可以白，而且就比如说你肤色有不均匀。啊，或者说黑色素沉淀，经常熬夜的话，肤色会很暗沉，甚至说，比如说你头皮很白，你脸就很暗的。我就是属于这种的，有可能是糖化比较多，也有可能就是我自己熬，因为我每天睡觉睡得比较迟，所以呢，我用的美白的东西会用的，最近用美白的东西用的会多一点，所以你要是买这个，就自己去在2号链接，而且它超级美白的，它是有十年的那个品牌历史的一个，对，是的，而且它是一个懒织秀品牌，是韩国的一个懒织秀品牌，而且就这个产品是全球都可以发货的哦。小胖，你笑啥？哦，你一脸懵逼的看着你们。我一脸懵逼的看着小胖，我跟你说。小胖。你别笑行吧，小胖子，来，有请我们的那个亲爱的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成分。小胖老笑场，害得人家好尴尬的嘞。哎，是这样的，大声一点。好，大声点。这个品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发工厂呢是专注于美白的研究，专注于美白的研究，听一下，超过10年以上了，超过10年以上了，10년이상을미백제품만만들어온공장에서만네만들어낸然后他们不是化学，它最重要的化学成分没，它是有自然的，自然的哦，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全部都是纯植物提取的，都是自然的，而且你们孕妇敏感肌在哺乳期全部都能用的啊。就是充满了疑惑，哎，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如果你的皮肤是黄的，对吧？黄的，原来肯定是白的，但是慢慢的变黄了，那么它完全可以改善掉你这个黄，马上就能变白。比方说28天是绝对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28天真的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啊。车车温柔一点，我怕晚上瞎的，我本来就这样的了，是不是啊？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分解沉淀黑色素。哎，这强调里面是分解沉淀黑色素哦，是分解沉淀黑色素，对，让你脸部的那些黑色素被分解并没有了，就28天它真的是可以白的，而且来，我们用笑眯欧尼拆开的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成分好吗？不对，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好质地，它的质感，对，是的，没错，哇，这是笑眯欧尼拆的呢。谁去抽取？放在你们哪个粉丝里面？抽取送走了。里面发的。哦，你拆的，看一下，它非常好吸收，而且它是不油的那种。就如果你们是大油皮，也是能用的，亲爱的们，看一眼。而且它真的非常吸收，不黏腻。就你们如果上妆，也不会有那种叫糊的那种奇怪啊。아까현민씨가이렇게개봉하고바른걸봐서너무좋아하시고다발라버렸습니다손도해야되겠어요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干细胞，干细胞吧，对，干细胞，对，对，你说的含硫的有一个的尿，一些朋友们，它这个分子比一般的分子哦，就是我们说它的分子的大小，30到90纳米之间，分장식이다른纳米，我们说是纳米，分장이작아가지고요피부에어느정도깊숙이침투를한다음에그유효성还真的有要拆的这个，请包走好吗？他们好。随机包起来，有纸吗？你可以随机放一盒。有纸巾吗？来来，第一个纸巾来，随机包起来好吗？然后下面有你再切个饼，送给你。我们随机，我们一起集体给你们拆99个。来，我抽取99个，看到没有？给你仔仔细细包好了，待会就这个，不知道发到谁了啊？好吗？前50送，随机送好不好？看到没有？来，放签名的，然后我们有签名的东西送给你们，是的。然后他
那里面强调的是说什么呢？如果你的毛孔很大，是不是？它是能够将你毛孔就是缩小到2000倍的，也能够就是深入你的身体。哦，它可以去淡化毛孔，是吧？对对对对，它可以淡化毛孔。哦，这个不仅可以美白，而且它可以收缩你的毛孔。这个是在2号链接，所以呢，如果我相信现在当代的女生最重要就是熬夜，天天玩手机玩到半夜也不知道玩啥，就想再等等，等啥呢？不知道，不要，就想再等 等，对吗？你们不用等了，你越等皮肤越暗，越等皮肤越黄，亲爱的们，可以给签名吗？对啊，他等会有那种签名的东西送给你们，一会儿有签名的送给你们啊，前50名，对，是的，可以有唇印吗？要求过分了啊，你们好过分嘞，干什么了？要求过分了啊。干嘛？真的是他手上拿的我也要。哦，你这个、哦、别拿了，别碰，包着。给谁？给谁？拿好你包，给谁？看一下啊！我直接在那里，哎呀！我他做的，笑死了！他们刚才在打什么？两个。对，刚刚我们讲了美白，它为什么是一定是美白？它有一点哦，跟一般的产品不同，它是绝对可以衬入你的真皮层，是100%衬入的标准哦，不是有可能为30%和40%，100%，不管你的毛孔多么粗大。哦，就是不管你的毛孔多么粗大都可以下。他说你声音太小了，大声。我的声音还小。对，大声一点好吗？我会吓到你们。不会的，不怕。就是说你的毛孔不管你是多大或者是多小，那么最终它是能够达到100%的渗透哦，能达到100%的渗透。对，就是你不用担心我买了之后它不渗透我的毛孔，它不能美白怎么办，你们绝对不用担心，这是有绝对的保证的哦。是的，皮肤的效果真的很渗透，我表达你自信的팬분들이이제품같은경우에는사용을하실의향이있으신걸적어보거든요。嗯，对，敏感肌是能用的啊。对，可以用。敏感肌据说现在就是韩国有很多就是一些产品啊，就是他们研发美白的，就是真的有的是有效果的。而且他们这个公司是有十年的，而且这个公司它是有10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就是如果你要买美白这个，我还蛮推荐，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在用。我就是从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我已经用了半盒左右了，就真的是又提亮了。因为我之前老熬夜，可能有段时间就是早上8、9点才睡觉，然后皮肤真的特别暗，然后身上跟脸上就两个颜色，所以我就用，然后真的是能达到又白了一个度的那种感觉。哦，嗯，刚才我们讲了啊，产品它是自然，就是自然美的。为什么自然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烟酰胺，烟酰胺，对，烟酰胺。可是呢，这里不仅仅是有烟酰胺哦，最重要的一个成分是国际认证的哦，熊果素。熊果素。对，一般的产品是不用这个熊果素的哦。请照顾一下笑敏姐姐，来，欧尼喝水，小胖水呢？快点，太不懂事了，快，欧尼，来，喝水，你粉丝让我给你。水来，红蜜来，喝水来，对他好一点啊，好一点。哦，纸巾，小胖，纸巾快，湿纸巾给我一下。哦，你来，湿的还是干的？湿的，湿的，湿的给过来。哦，你来来，不是要干的，干的干的，让他，让让来，哦，你来。这个这个，哦，我觉得嘛，我觉得嘛，你很多的粉丝，要不然你们两个用中韩。的不同的方式来比较一下，谁能够销量更高哦？哇，真的吗？欧尼，哦，谁先开始？谁先开始啊？哦，欧尼先嘛，很多粉丝在。팬분들좋아하신팬분들이지금방송을보고있는데요여기저는중국에서이렇게유행하는방식으로제품을한번판매를해볼거고요네한번신을한번중국한국의느낌초스티느낌으로네판매판매를해보시고你们两个开麦过，来说谁先 ？OK， 哦，欧尼先，开始剪刀布。哦 ，OK， 我说剪刀布。不是你让他噻啊！我你不让，你不让他出啥？가위바위보로不，네누가먼저진행할까？小芳问一下，他这个얘기를하십니다。你出什么？你出什么？뭐해줄건지한번여쭤보시는。哎，没有，让他了，你让对我让他，所以언니그냥언니먼저해요。먼저하시라고하십니다。아저먼저요？네。你出什么？아뭐어떤거해주겠는지？나觉得他先就可以。啊，你先，你先嘛，好，你先。来吧，然后他需要时间准备吗？哦，你准备他的洗个要准备吗？你哦，你然后那这个镜头就让他一个人，让他可以说给他两分钟够不够？两分钟够不够？够了，超开心哦！네이분이분시간동안설명을하실건데괜찮을까요？네네两分钟以后哦，我觉得他说完以后就开始让粉丝们就是开始抢看的
那那些不要上家呀，那谁知道？这不公平，我跟你说。我先看一下销量，然后先不要上家。现在写开销量啊！我先看，先把这个产品先。先预上架的，先看现在是卖了多少个？对呀，不然我好尴尬哦。现在是248个，我太不公平了。现在是248个。韩语就行了。然后最后再买就可以了。买还没开始，251个，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不行，现在不算了，还没开始嘞，还没开始呢，都56了，都开始吗？可以了。又是 3, 2, 1。对，先等会再开始，现在不算。那是谁数呢？来。3, 2, 1，하면지금부터이렇게시작하도록하겠습니다。小胖数，好，三，来5, 4, 3, 2，再开始，现在不算。慢一点数了。啊，慢一点，慢一点吧。你看清数量啊，我来数。我看不清了，好笨。3, 2, 1，开始！开始！네여러분제가리셀화이트닝플러스에센스를또이렇게가지고나왔는데요여기28일라고써있잖아요드르륵열어보시면네28개가들어있어요네이안에네화이트닝에센스가들어있는데요이에센스로여러분하얘질수있어요 여러분백사이공주가될수있어요네이거를你们可以成为一个白雪公主，对，像少女一样的白雪公主。随机送。저는스페셜제품으로남겨두고여기제가들어가고싶다고말해주시면아별시하면서想到进到那里面啊，美白一下对吧？对，美白一下。抓紧，还有多久？真的能淡斑，真的是可以美白，而且它真的可以提亮肤色。如果你是那种跟花猫一样的脸，就可以去用它。而且现在的女生也是经常熬夜的，所以你也可以去买它。嗯。哦，还有一点哦，因为我们美白其实并它还可以收缩毛。毛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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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不仅可以美白，而且现在的女生你要知道，你经常化妆，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带妆要带妆一整天，然后甚至你皮肤氧化，氧化是什么？从毛孔开始，所以如果你脸开始有毛孔了，这个不仅可以美白提亮肤色，最重要就是还可以收缩毛孔，可以深入你的毛孔去美白，是这样子的。还有多久？马上我了，对吗？30秒，还有一会儿。애교좀한분들한테주는네아이겨이겨네한번더빠하여最后一点点男生能用男的可以用男生可以用放心可以男女都 OK 男女都 OK 男生女生都可以的제가사야될까요到时间了是吧？275个，截止了吗？375，378了呀。
我怎么七十八了？不行啊，我截止了。那上个算你的。啊，算我的是吗？啊，到时间了啊。现在是算我的，哎哎，我是的时间开始啊。对，七十八。倒计时。啊。换个位置，换个位置。OK。嗯。3、2、1，开始。好，这个是在2号的链接，宝贝们。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就是美白。你要知道我们女生经常熬夜，然后呢你的肤色会暗，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爱喝奶茶，我就是那种奶茶党的一员好吗，深受奶茶的侵害，所以皮肤呢就氧化了，然后氧化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会把那种暗黑色素或者说一些暗黄全部都浮现在我们皮肤的表层，然后甚至说你皮肤氧化开始老化的时候，你的毛孔会粗大，对不对？这个呢它不仅就28天真的可以白，而且它可以收缩你的毛孔，而且它还可以渗透到你毛孔里面白，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就赶紧去买，而且它拍下才88块钱，88块钱。另外呢它这里面有28天，28天是一个周期哦，因为我们皮肤的焕肤时间也是一个周期，所以你们要拍，你们其实这个我觉得你们带出门也很方便，就你们如果出门几天你们带几个出去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哦，拿着袋子装，而且你可以把剩下的全部涂在脖子上，因为我们女生最大的还有一个你老化的地方就是什么，脖子开始起那种叫什么来着，颈纹，颈纹了，所以你把剩下的精华可以涂抹在脖子上也是可以的，脸的色差，对，还有你因为有的人可能脸部有色差，然后你涂了你用了这个之后就可以了，而且它白天晚上全都能用，我建议哦，你们最好就是直接去买2盒，因为你28天你皮肤白了，然后你再巩固一下，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皮肤很暗，然后我买了非常多的美白的东西来用的，所以呢我们家粉丝买它好吗，相信我，我已经用了很多了。而且你们今天拍这个的话，前50名的话是还会送你们一个这个水。对，而且早过了，就可以不用了。对哦，好吧，就你们直接去买它就可以了，好吧？直接就买它就可以了啊、真的是挺好用的，我跟你说。2盒，你们去买2盒是可以白，但是我希望你就可以试一下它的成分，而且这个里面有那种中国、韩国双重认证，是真的是可以白的啊。另外呢，你们我觉得就是。好了，没有了，直接买它就行了。话说完了好吗？买它，到时间了，到了，介绍的时间到了，然后现在你们可以。现在是开拍时间。你做这个现在跟他说已经通开播时间了。2分钟计时开始，我们哎，这谁的手机啊？01，现在我们家的小老弟们在吗？到，赶紧去拍呀！03，到03好吗？加油，冲啊，冲啊，小老弟们！哎，刚刚是多少啊？刚刚是375，好尴尬，还差呢，加油啊！拍下是88，他们说拍下是91，嗯，试下用法，就这个其实很好撕的，拍下是88呀，拍下是88，然后在这边你们把它给撕开看一下，然后你把它打 ，Oh my god！ 而且它这里面特别特别多，你把剩下的就是涂抹在你脸上，你把剩下涂在脖子上都可以的，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质地啊。非常非常的轻薄，如果你们是敏感肌，你有孕妇，你是孕妇，你是那种叫什么来着，过敏期，甚至哺乳期全部能用，非常的推荐啊！确实是91啊，没有88，我试了，是不是有运费？到底是多少钱？你们的欧尼没走，到底怎么？你们的欧尼在旁边，你们的欧尼在休息，他自己去买了，他说他在旁边研究怎么买，他旁边研究怎么买了。可能去注册淘宝了，也不是不可能，现在就可以去买了。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在2号的链接，我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拍，你们可以一盒一盒拍，因为第二份是原价嘛，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可以一盒一盒的去拍就可以了。你们去买吧，88块钱，而且我跟你说，一般美白的东西都可贵了。你要知道，像我以前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买美白东西，我一次买了10000多块钱吧，上次。嗯，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很便宜，你10000多块钱能买多少盒百来盒的可能，关键是用一年了，你用一年，你一年都用不完，我跟你说，所以这个真的是那种美白里面算是比较平价那种美白，你们要买你就赶紧去，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这个你买来用来擦局，我你们不对，是的，好了，到点了，好尴尬，你来463，还差一点，加油啊，我超时了吧，好害羞哦，03。对，脸红了，这谁的手机？我那红手机，听过。继续啊，就
都给点东西。四六五个，到现在为止。你也是九十一啊？哎，有很多人为什么买是九十一啊？我们家很多粉丝买都是九十一。K K， 哎，为什么有人买是九十一啊？对，但是我看我们家有粉丝买是九十一的。想买找客服干嘛？对，店铺客服去。找客服退差价。那这样吧，你们如果是九十一买的，收到货之后找他店铺客服退差价吧。就这样子，绝对会退，不退来找我。我来找他们，跟你说。找你，你去转个欧尼。我转个欧尼，差了我们几块钱，好吧。然后赶紧去啊，在二号链接，哦，买了三套了。他们说三块钱当送送给小米了。哇哦，真，哎，我们家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呢？看看看看，真尴尬，我跟你说。好了，看一下结果吧。一个一个买，一个一个买就88了。哦，刚说签名是不是真的？哦，你，哎，待会会有签名环节吗？灾难的 event 都有一个叫的，有的。好吧，是随机送那个签名，随机送的吧？是要直接抽奖还是随机送？抽吧。哦，我也觉得抽奖吧。怎么个随机啊？没办法随机。嗯，可以。粉丝들한테사인사인하신거증정하는 event 네네嗯。我四个是多少钱？四个，你拍摄是多少钱？就是你可以一个一个拍，我建议。哦，你拍摄是好多钱，就是好多钱。对，是的。然后那个还有个唇釉来，我们来比一下口红试色。小胖，那个谁帮我们拆一下？哦，你听不懂，好尴尬哦，大声一点，小哥哥。哎，欧尼，为什么？粉丝都叫喊你海哥，为什么都是叫海哥？왜왜이렇게팬분들이중국어로海哥그为什么是海哥？오빠라는뜻이거든요바다海그리고바다의海그다음그오빠라는오빠바다오빠이런느낌으로 바다오빠 바다오빠 왜지바다오빠인가요번역하면바다오빠라고번역밖에안나옵니다저남자같나요네因为他因为帅气，因为帅气，因为帅气，请给他翻译好吗？哦，是他自己写的海，他说啊啊，签名写的海，这是一个梗，他会说算了，梗是过不去了。朴孝海，他会说他自己写的是朴孝海。啊，有的是사인하는그쪽에서중국어로박효해라고썼다고아签名翻车。중문자로네그런데속성때문에계속지금네해자를쓰신다고하시네요네친절하게물으는거죠팬분들 네, 네제가잘못那个바다맞네요바다맞아요아네바다맞다是说是海是的海哦是的海是吧 对, 对是海好下面请猪猪来我们要奥尼我们来口红试色挑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제일좋아하는컬러를한번선택하시라고하십니다에이거好难拧언니挑一个最喜欢的颜色嗯这个是豆沙色哎这个颜色我喜欢这个颜色挺好看这个颜色好看喜欢哪个颜色어떤컬러가좋은가요한번喜欢哪个颜色一个颜色嗯我们来口红试色好吗给敏儿一件外套，你过分了啊！要求太过分了，我跟你说。都是。지금타켓을줄이려한다고하는데너무추워보인다고괜찮은지팬분들관심을아괜찮아요他说没关系。这样就是我们来就是언니自己平时是怎么涂唇釉的来就是在我们那个猪猪스틱이나이런거어떻게바르시는지教一下他们怎么涂唇釉的。네저희팬분들한테도공유를해주시고요저는그냥막바르거든요让让언니来教你们涂一下唇釉啊。他说他一般没有什么太讲究，没有什么技巧的吗？对，是的。超可爱的，我感觉。你看他画口多快，你天天画怎么办？而且自己就涂了。而且他都我能。빠르다얘기하시네요너무빠르게 그리고自己
己就涂了。조금여는걸로채워서는바르고콕콕콕이렇게해서블러셔로아모래네나머지는会用那个唇釉做那个腮红的那种。아그그그진해서얘는못할것같아아너무진해你可以把这支标记起来，到时候直接送。说这个颜色。哇，언니我待会把你用过的都标记起来送给你粉丝。아지금손으로터치했던거모두다체크해가지고요이제는특별이네특별제품으로증강하도록도움이된제품들이죠다들在跪求这支어이제는네모든팬분들지금아나이거이것만살래나이것아여기에발라드리는거예요 네아저제가바르는제가바르는아니괜찮습니다한번바르시고저는보여드릴까요니언니괜찮습니다아제가발랐네요张一下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就抿一下嘴。아이제댓글창에서난리났어요지금이발라주시지금분이인생이이제완벽하다고 인생이완성을했다고네한분도엄청부러워하시네요짜잔자연스럽게不断很自然用用手不断很自然是不是用手涂的用对他是用那个用那个唇釉涂的然后用手晕开的是的是的是的羡慕死了呢然后언니这个是几号颜色这是几号色어아까바른거어떤컬러니언니那个언니用的是它几号色是这是二号色我感觉有点那种언니这是那种叫什么颜色我一号色他喜欢的是一号色他喜欢一号色然后我涂的是二号色他喜欢的是一号色언니喜欢一号色又要 PK 吗我喜欢三号色，哟，真的，因为三号色是豆沙色，批再批吧。一二三，你们过分了，这怎么都批得动了？批得动过分，不一样，这是很棒。我们家的小可爱们买它好吗？输了呀，我买它，买它。我们家的女人不能输。海哥，很多男粉丝不一定能 PK 过你啊，很多男粉丝不一定批过我，可能人家男的有爱好买口红呢。打扰。是吧？打扰，有男生用的颜色吗？我一个他们竟然下面有人评，我一个男的竟然在这里看口红看得好开心。你们的欧尼喜欢一号色，因为欧尼用的是一号色，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涂的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颜色，因为刚涂的是二号色。我有个朋友是个男生，就特别喜欢他。嗯，现在有多少男的？我亲过的男的，你对，你再自拍一下，让他嫉妒一下，小哥。你那个三一三一个，好你的。好啦好吗？这个口红在多少号链接？在三号的链接，它是唇釉好吗？来，我们那个有优惠吗？我们海哥都来了，没给个大优惠，好意思吗？真的是。친절하게是不是？가서애칭을부르고있습니다중국어애칭을해서네현민씨를안부르고그러면애칭을부르고있습니다海哥。海哥。海哥。我海哥。我是海哥。我是海哥。就是帅气点，我是你们的海哥。帅气一点的说，我是你们的海哥。哇，看一下，有没有更轰动性的？更轰动性的。좀더파격적인이렇게리액션이있을까요？啊，我是你们的海哥，我是最可爱的海哥，最漂亮的海哥。我是你们最可爱的海哥。我是你们最。可爱的海哥对然后喜欢的是一号色，一号色是有点梅子色吧，这个是梅子色吗？他涂的就是，是的，是梅，他喜欢的是梅子色的。然后二号色是有点那个，我感觉有点像小辣椒的颜色，对，真红，因为像正红色。然后三号色是那个豆沙粉，是豆沙粉啊、哦、然后看一下他今天的是
我就想知道它的优惠是什么。这个优惠是，我就想知道是什么啊？秒杀价69元，原价是99。哦，秒杀是69。我跟你说，这个唇釉真的很好，它是一个丝绒的质地。如果你们是那种叫什么来着，有嘴巴起皮的，或者说嘴巴比较干的，你们也能用这个唇釉啊、哦。而且这个唇釉是在3号的链接。哦，你们粉丝说有人买了送你，那得收多少支？想问。别送了，给钱好吗？出一个链接。出一个链接，逗死了！到底是3号链接还是4号？哦，这个是3号链接，不是哎，4号链接哦。哦，是4号的链接，宝贝们。然后1号色是梅子色，然后2号色是正红色吧？那个猪猪，来后面一下。我涂的是3号色，猪猪涂的是那个2号色。我涂的是3号色，我涂的其实有点小豆沙的颜色，嗯。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去拍一下，哎，没有啊，拍一下是99啊，拍一下是69，99啊，我拍是99啊，我试一下，没有没有优惠呀、啊？为什么没有优惠？优惠还没有来，发优惠券吧，稍等一下，发优惠券，给我敏儿姐姐喝口水吧，好嘞，欧尼，喝水，哦，逗死了。是99，改一下价啊，谢谢。发优惠券30。谢谢，稍等，我给你们抬一个优惠券。就这个唇釉是那种丝绒哑光雾面的，还挺好用的，我跟你说。外套。哦，계속咋了？哎，你这张还挺正的呀。他。啊，就是你们在那就好麻烦、哦。就是你们在那个详情页里去。来教一下。就是你们拉下来，点到那个4号链接，打开点下，然后往下拉，在这里有一个优惠券领取。哎呦，网络有点慢，然后你们就在这里领就可以了，然后直接领完之后去购买就行。是的，然后去购买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在4号的链接，你们到手是69元。哎，我第二支是半价，对，真的假的？两个一起买是多少钱？两个是不对，我还是133两只。哦，是的，69。完了，暴露了我这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个什么了，我好尴尬哦。都是69加69多少钱来着？133.5。对呀、啊，那对的，你买两只划算哦，买两只会比较划算。姐姐选的是1号色，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算一号色是这个吧？嗯，是选的是1号色，看一下，我问你一个，他喜欢这个，看一下哦，1号色，然后推荐3号色是豆沙色。姐说不冷，对，是的。今早上最新的时候，哎，好冷，太热了，没有暖到全部都是旁边全是那个灯，对，所以很热。你这毛衣，真的那么많이하셔가지고요。然后他们说今天姐姐的造型不要用外套挡住了她的眉，什么意思？他们说今天就是她的造型不要用外套挡住了她的眉，逗死了，看不冷、啊、然后这个是在那个4号的链接啊，然后你们可以领券再去买，你们买两只也比较划算，买两只是130元吧，两只130多块钱。而且我跟你说，就是1号色、2号色、3号色，其实我觉得它三个颜色都很好看，所以看你们自己喜欢哪个颜色。因为一号色呢是有点偏梅子色的感觉，可能如果你们喜欢梅子色，你也可以去买。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唇釉它是丝绒哑光雾面的，因为像我自己，我是比较喜欢雾面的唇釉。你比如说你涂那个唇釉或者口红的时候，喜欢哑光一点，还是喜欢亮的那种？그광택이나는걸좋아하시는건가요아니면광택이없는걸좋아하시는건가요리스트같은경우에는저는다좋아하는편인데보통틴트는이렇게잘못하면은좀이렇게부자연스럽다고해야되나근데이제품은굉장히자연스럽게발리고매트하게이렇게마무리되는게굉장히마음에들어요他说他都喜欢，但是有些唇釉是他涂抹在嘴上以后会显得很不自然，但是这个唇釉的话就涂抹在很自然，对，很自然。他说很喜欢。对，
然后他们说不知道怎么领券，再教一下什么？就是领券的话，就是在这个口红的链接，在四号链接你们点进去，往下拉，拉到这里有一个领券30块钱的优惠券。嗯，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确认领取，然后退出来，退出来，然后再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哎呦，选择直接去拍，就是69块钱，69块钱一支，然后两支，第二支也是直接就是半价了，然后两支也会比较划算，两支是100，他们说第二支是103，如果领了之后，如果你们领完券，你再去看一下多少钱，小胖你看一下两支是多少钱。两只的话，领完券的话买两只是103.5。两只是103.5，我说实话还挺划算的啊。对啊，50多块钱。对，而且这种唇釉50多能用真的很久了。另外它颜色真的还蛮漂亮，就我最近自己不是没有带那个唇釉来吗？因为我自己，我们家粉丝应该都知道，我是特别喜欢那种豆沙色的一个唇釉的，但我自己最近没有带，所以我只能去抹一些红色，但是抹完之后。因为我可能不太适合特别红的，所以我今天看到豆沙丝，哎，抹的还真的挺好看的。你说全买了，你不一定能领到那个朴孝敏，但是你可以领到他的签名。签名啊、哦，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去那个，让欧尼多说说话，他们说。좀더이렇게토크를좀많이하셔야돼요제가번역을많이해드려야되는데많이끊길까봐어느타이밍에끼어들어야될지잘모르겠어요 죄송해요제가노력하도록할게요我都努力啊，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该翻译，什么时候不该翻译。哦，点我掐不到。哦，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翻译，什么时候不该翻译。小胖来，啊，以你那个蹩脚的韩语来，我的韩语太难了。提问一些问题来，你们想知道什么？蹩脚的中文和蹩脚的韩语，说出你们的问题好吗？好不好？请说出你们的问题。小胖来。네그래서어떤부분이궁금한지지금질문을하실겁니다네直男怎么买口红啊直男啊男就送人啊哦你如果是可以送男生买那个口红的话你推他什么推荐他买什么男방님께서만약구매를하시면어떤컬러를추천하실지여쭤보시네요오남자분이시라면아저는이컬러아是这个颜色哦这个是3号色男生要是买推荐3号色，왜냐면이중에가장자연스럽고说在这个颜色是最自然的最自然的颜色，对男生可能要不直接给我们的翻译小哥哥涂一下试试。哦，真的吗？哦，哇！要被男生打，可能要被男生打了吧？天哪！杀人了吧？快快快！你要被打了吧？这个，快一下，快一下！啊啊！你要被打了！哎呦我的妈！不要紧张。挺差劲的。天哪！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嘴巴还要不要打？我是翻译小哥哥，我是翻译小哥哥。여러분을위해서이렇게입을살짝벌리고있습니까네네어저남성분에게이렇게립스틱발라처음이에요지금제인생도이순간에我的人生现在也是已经那个小哥，你出门得注意点安全。这是直播间吗？整个世界安静了，不要碰，不行。哇！哇！小哥哥不敢看，你看小哥哥没有女朋友，小哥哥的眼睛不敢直视。小哥哥没有女朋友，不敢直视，好吧？哇！天哪！天哪！去找客服备注一下身份证，因为它是韩国直邮的。哦，这个唇釉如果你们拍一下的话，记得备注一下身份证，因为这个是韩国直邮的。哦，所以如果你们要拍，备注一下身份证就可以了，亲爱的们。哦，这个是在4号的链接。中国에서바로발송이되는제품입니다네。嗯。中国에서무조건신분증을눌러야돼요买买买。买买买。
남자분이 바르셔도 굉장히 좋네요. 지금 되게 좋아지셨어요. 와. 자, 안도해서 네. 영광이에요, 영광이에요. 자, 영광이. 小伙子转目小心。我现在很激动。下啊，请说出你的，请说出你的获奖感言来。我现在很怕，我怕出门被打。怕出门被打。是4号链接的朋友啊，然后你们就是领券，然后再去拍，然后到手比较划算。对，两只的话，拍到手是2-3块钱，两只更划算啊。他们说买什么有签名啊？买什么有签名啊？等会我们给你们抽奖，等一下。对，他今天来淘宝直播，是不是应该发个红包啊？对呀，欧尼。就是今天来就是淘宝直播要不要给我们的粉丝就是发个红包팬분들한테네이렇게뭐증정하는이벤트라든가 네, 네쿠폰증정이벤트다드립니다 네, 네다드릴게요 네, 네그래서제보给我们네와쏩니다全部都给到粉丝他说全送아全送我不知道那全送要是어떤거다드리나요然后就给你们送那个签名。上了几个链接，我们一共是上了3个链接。不管怎么样，必须3个链接购买任意一个链接。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抽中了才可以给到签名。실질사인을이렇게제품구매하는네행운당첨자에게만증정을한다고하십니다네맞습니다직접이자리에서然后现在开始刷什么？刷屏吗？让他们刷。让언니说一个吧。想让他们刷什么？刷是就是在屏幕下面拍打什么东西对打什么打什么댓글을어떤거를이렇게팬분들과소통을어떤거를하실건지댓글창에어떤내용을원하시는지지금얘기해주시면댓글창이막올라올겁니다네네자체카드안에댓글창이지금쭉계속올라오고있거든요 네, 네뭐하이거뭐나사랑해뭐아까그런내용이라든가네좋아하이거아무리오십니다네또可以오늘저의 미모에대해서미모라고제입으로미모라고미모에대해서굉장히좀시적으로표현을해주시는분께让粉丝夸一下的夸他的美貌让粉丝容颜让粉丝夸一下来开始绝世容颜3、2、1开始夸然后小胖截图行你们那个什么抽满屏啊抽满屏开始让他倒数让他夸1分钟吧夸1分钟1分钟夸1分钟然后他倒数吧让他倒数，你们两个倒数啊，可以，翻译一下，倒数几秒，夸1分钟之后，先让他夸，夸得够，好行。일본에네일본이랑시간을두고요네그다음네두분께서누가더이렇게그런그댓글이더많고얼마예쁘게말더많이하는건지한번볼게요한번비교를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네아이제开始了이제开始计时了이제开始开始计时了我计时了计时计时一分钟计时了不计时是的现在开始计时了一分钟什么的 start 他们的运动네然后计时然后最后让谁他们倒计时然后我来截图可以你发我发给你他不是你发一发네从일본끝난다면그캡처를하고어떤댓글이제일많이올라갔는지어느분에대한댓글이제일많이올라갔는지29吧我们就开始剪어네到29分我们就开始剪29분딱지나면네캡처를한就是他倒计数5、4、3、2、1然后你就截네会说中文吗5、4、3、2언니숫자에대해서중국어가능할까요我待会教他5、4、3、2、1같이따라하시면될것같습니다5할때부터5、4、3、2、1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1、1、1韩国5、4、3、2、1是怎么说的6、6这是6、6、6、韩国的时候逗死了5、4、3、2、1그러니까이거어떻게하죠5、3、3、4、4、5、4、3、2、1
三五三三三九十三三一哦，一样的呀，一样的。好，小胖，我们准备一下，马上好哦，我们开始吧。哦，你那个评论是有成是什么意思？五四开始，三二一，来看是谁。哇哦，满屏啊，满屏哦，拿到屏幕前，小胖。这几个，佳怡宝贝、小笨猪、萌卡卡 VS， 然后你好月霞等一个什么来 ？Tara 来 ，LNGAYNG， 还有米露西五二一，这些人恭喜们得到签名。哇哦，恭喜恭喜！当当当当，张娜，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面膜了。这面膜在几号链接？面膜在五号链接。有请我们的品牌方来介绍一下好吗？来，所以那个 mask 太一种，那错给太难了是吧？亏了，太难了。这得靠运气。还有啊，还有的。放心，还有啊、哦，你们别走啊，等会还有。嗯。哦，这是喝的吗？对吧？酸奶吧，是不是酸奶？这个是，这是苹果汁吗？这可以喝不了。它挤出来的草莓乳酸菌。哇，草莓乳酸菌。我买的啊，他不能吃，不能，他想吃。啊，想吃啊！啊，我估计不买。想吃哦，这个很厚的，像苹果汁这个。哦，那个好像酸奶。这个是酸奶。这不是酸奶。哇，这叫香蕉牛奶。不能喝，千万不能喝，啊、这都不是喝的哦，那绝对不能喝。它是一盒里面挤出来的精华，一盒哇，那一盒这样盒。等会还会有送签名的。来 ，KK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好吗？来呀，지금이커피있는내용은뭐예요한케이스에서나온모든에센스예요아粉丝特得到姐，我别喝，我给你买。翻译一下，小哥哥。他粉丝说：“姐，别喝，我给你。”어제가드리지마시라고합니다팬분들은모든걸드리고싶은걸제가다사줄게요라고하시네요어 알겠습니다别喝这个，绝对안마실게요别喝，这不是酒，这不是酒啊，这是面膜。来，我先说谁哟？我跟你讲，哎，我先说，据我了解的啊，这个面膜它主要的效果就是，一个是美白补水，一个是。那个一个是美白补水，一个是补水的，对吧？对。지금이게왼쪽에있는제품은미백하고네그수분네보충이고요오른쪽은그냥수분충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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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냥수분충진네엄청난수분충진이라면오而且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膜啊，这个我跟你说，这个面膜纸它是非常的好，就是好吸收。因为有的面膜纸我们打开到脸上，可能很轻薄，你撕下那层纸就会感觉哦，就脸上会，就可能滑滑滑滑的那种。但这个面膜纸是完全吸收到你的脸上去了。对，这个就这个你用完之后，你不会完全就是吸，就不会完全吸收的那种，因为它这个面膜纸的材质是采用日本的一个那个啥。对，就真正感受到了一个那个敷面膜的一个就是效果的。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用这种稍微厚的面膜纸，因为这种面膜纸你敷了之后，就是你的脸会感觉哇，就是比如说你用普通的面膜，就你撕下来感觉脸就是所有都渗透了，而且就你敷这个，你把它拿下来之后，你真真正正感受到我是在敷面膜的，而且你会感觉哦，脸上精华很多，你拍进去以后，皮肤也光滑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嗯。이시트지같은경우는요모카솜하고다른합성소재로한것이기때문에요피부에밀착성이굉장히연합니다에센스가공기속으로휘발하는휘발성물질을최대한차단해주기때문에다른마스크팩은얼굴에부착을한다음에휘발을하는데얘는잘안합니다味道超好闻的，闻一下这个味道，超级想吃哦。然后这个品牌啊，我跟你讲，专门是从年轻人的角度上做的设计。可以大声一点，可以。对，草莓，你看。草莓对草莓，你让它再看香蕉，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哎，别喝，
네, 타겟이 오스트리아인데 브랜드라서요. 되게 귀엽고 네. 너무 귀여워요. 그리고 진짜 먹는 요거트 향이랑 너무 똑같아서 그 전혀 그런 화학적인 뭔가 그런 향이 전혀 안 나요. 说刚才吃的那个酸奶像很像，像也不像那个添加了一些那个化学成分。对。然后现在呢，国内的粉丝们，你看一下这个瓶子，给大家看一下，哇，超级可爱，就大部分就是喜欢的都是90后，特别喜欢这个，特别是这个草莓的草莓的，你看，特别受欢迎的是草莓。 我刚刚吃了之后，我以为是精油，真的就像超级薄，超级薄，对，它的脂是超一包的那种。OK，上手给你们看一下，它精华很多哦，这是这里的吧？对，就是。我可以挤给你们看一下，精华看一下，超级多的精华，哇，而且它特别的稠，你知道吗？然后绝对很浓，这个是这里的，对。 就做扎过什么尿，essence가엄청많이하는데있어가지고.就很多，你知道吗？这样看还不够，它那个只是超级细腻的，是日本的。我给打开。还有日本的那什么什么什么？纳米。纳米纤维。很多精华，你看一下。哇。就木化素和Q+它系列的文旦一样，它跟一般마스크팩文旦一样，差别성두꺼운文旦이라서그래서이엠프사자도文旦이되게부드럽습니다한번就是我们说化妆品哦。 它是擦在脸上的，那么这里的概念是什么呢？让你挤进你的毛孔里面，吸进你的毛孔是吸进你的毛孔哦。一般的那个化妆就是化妆品用的脸上，它肯定是没有吸收那么好的。那么这里强调它吸收好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吃到你的毛孔里面，让你的毛孔超级营养、超级美白。对，진짜좋다。我没有，진짜좋아요。然后撕开看看，撕开看看可以。我都撕出的，这个是真的呀。对对，맞습니다。지금 짠에 지만 안에 계속 함유돼 있을 거예요 에센스가 계속 기본적으로.然后它这个就是说那个纸的一个工艺，你看一下它的那个交叉的那个线路是很细腻的，就是能够锁住很多的水分。哇，它已经兴奋的开始往脸上贴了。然后我跟你说，就这个它主要就是美白的吧？嗯，对。这个主要就是补水、提亮肤色，然后美白祛痘，还有祛痘的效果。祛痘效果。哇，小胖买它，这一盒有多少片啊？ 五片，一盒五片，一盒是五片。我觉得这个你必须得买，很香吗？很香吗？怎么说？香味，香味，香味怎么了？香味足啊，香味足啊，特别香啊！说喜欢，浓，香味浓不浓？浓浓是什么意思？非常非常香。然后我跟你讲哦，它的创始人的年纪是非常年轻的。 因为他的老板非常年轻，所以他想给年轻的那些小伙伴们带去最好的商品哦。 브랜드 창시자가 굉장히 나이가 어리신 분이거든요. 네, 그래서 이게 그 제품 타겟도 어린 분들을 타겟으로 한 제품이고요. 네, 그래서 더더 귀엽게 했습니다. 然后我们想要发酵，发酵的这种产品现在在最近两年非常非常的红，从 SK2 开始，然后到各种各样什么高档的都全部。 但这一款是什么？它是又便宜又好的。哦，这个是发酵的，对吗？它跟发酵的概念有关系。哦。네，아시다시피우리나라에는된장，네，那个몸에서발효식품들많잖아요이것도핵심성분은발효된성분으로만들었어요。然后因为这个是韩国生产的嘛，他们这家工厂是通过了国际美国的最高标准的 CGMP的认证哦。 哇，他们的评论一直是什么素颜好美，那个聊法好美啊，什么的那个，我在看你啊，给我这个东西，完全没有面膜什么的。所以感觉要不聊点别的，没有一点关系，我们来聊点别的吧，我们来聊。他们的人，人家一点都不关心面膜，我们不关心的哟。没有人关心要面膜的，整个被霸屏。买买买，买买买。哎，这。 중국에서 이렇게 진짜 많이 활동을 하셨고요. 네. 진짜 많은 지인분도 있고 친구들도 있다 하신데 중국에서 활동을 했을 때 에피소드나 아니면 재밌는 얘기 이렇게 저희한테 또 팬분들한테 들려주는 식으로 하는 것도 좋습니다.
저희는이제중국활동네많이했었는데일단콘서트했던것들이굉장히기억에많이남고요지역별로参加过很多的那个中国的活动，他最有印象的是他的演唱会。对。어아어디였지청두가成都팬다예요青岛青岛가아青岛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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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성이成都이고요그팬다가유명한데가어디죠그게청두가맞습니다청두네청두에서도진짜熊猫저희가청두에서도콘서트를했었는데他在成都开过演唱会아네그때멤버들이제한명씩동물잠옷을입었었어요那时候他们那个组合就是每个人都穿的那个动物的那个啊，근데그때제가마치팬더옷을입은거예요他成了熊猫的，绝对是熊猫的，他成了熊猫的，应该是熊猫的。그때부터저는팬들이매일막팬더라고부르고팬더인형선물주세요然后别人就开始说来山东不好啊。然后就很多人就开始说他是那个熊猫，很多人就会说，有些人就。요소슝거오그리고또재밌는건장가게에도가봤었는데장차저는호남사람이에요 、네、저도호남사람이에요호남사람이에요엘리베이터가350층까지올라가네저电梯有350층와这也太高了吧对你不是也去过这些吗你也去过吗那是多少啊你不是也去过吗这个没概念了，哦，没概念，那能吃辣的吗？我成都很辣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吃海蜇西奶哟。对，能吃。能吃辣的，那挺好的，我觉得。啊，웃긴거하나더있는데。啊，还有还有一个搞笑的。우리결혼했어요를저중국남성분과찍었거든요跟中国的一个男演员。푸신배우분이신가요푸신보푸신푸신보푸신보근데그분최근에최근에뉴스를통해서봤는데결혼하셨다고네애기애애기도애기도있어요네그래서그분은나이친구이제혼나이제또孩子축하드려요通过祝贺他恭喜你好你是韩国和中国我觉得你们可以聊一下这个结婚后的一些有趣的话题。한국의那个结婚和中国的方式有什么区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결혼생활에대해서좀얘기해볼게요결혼생활아니결혼결혼이라는그중국하고한국의결혼에대한생각의차이나네그런거에대해서이념의차이나뭐저는신혼이거든요 네진짜요네신혼이어서我跟他说是你이번이번남자아진짜요 姐姐有我们呢姐姐有他们的괜찮아요부러워하지마세요우리가있잖아요라는댓글이계속올라오고있습니다 换话题好吗哎我跟你讲哦 有粉丝在下面说姐姐求求你啊能不能拿着照片拍几个特写给我们呀粉丝们在要求拿着这两个照片拿起来拍个特写希望那个孝敏어니粉丝就是那翻译吧혹시제품들고이렇게한번사진을찍어저희가사진自己拍吗제품들어주실수있는지한번네두개다네같이들고이카메라저만요아니면같이어자유들手机拍혜민씨만아니你是说要自拍对他粉丝要就是那个开的其他的签名对自拍的签名嗯咋 KK哎，是自拍的签名吧？对，然后对，给一个你赛道哦，给个镜头的特写哦，截个图呗。哦，对，这个意思，对吧？摆个动作，对，请摆个表情。哇，
截图，你们截图吧。哇！哇！KK 你干嘛？嗯，截图好吗？自己截。三二一，截了吗 ？3, 2, 1 OK 了，截了吗？啊，应该都截到了吧？开心。十连牌，嗯，几刚是几连牌？算了吧，你们要求差不多了，真的是。十连牌差不多了，累到我们的怎么办？来喝水，欧尼。截了好多。差不多得了。真的是，这个是谁的手机啊？然后我跟你讲，我们为了给粉丝们福利嘛，送福利哦。对，让有可以，小美来给他秒一下，拿着秒这两个产品。哦，秒杀！哎，好像是特别，我听到就是今天就是品牌方给这个活动特别特别低的一个价格。对对对对对对。通过小美直接做出这样，让粉丝们享受最好的福利。哦，可以可以可以。哦이제품들과이거는네이거저도자주쓰는건데오这个是他已经常用的面膜哦，我自己也是，就以前我韩国面膜最先知道的就是它有一个的，색깔별로啊，你说是各种颜色都用的，补水保湿特别好 ，OK， 对，然后加了那个氨基酸和酸，这是新款的吧？对对对，这个是新款的。就是我们有老款和新款，然后，这个后面写着 RX 的，应该能看到，这个就是2019年的新款。2019年的新款，是的，是的。而且这边有个防伪标。对对对。现在不是有什么这各种的那个什么？对对对。这边有那个针，有那个防伪标。对对对。然后这个标的话，如果揭下来，揭下来以后。네라벨뜯으면요对然后就会有一个印在、这个、有个印子对有个印子印在对对对对就在这儿哦就是这儿会有个印子你看라벨뜯으면요그게딱부착이되어있어서네就是정품각품방지를하는거对然后拿灯照的话也会看到很明显我们来试一下对吗 LED 로这儿你看对这边有个很明显的一个防伪的印子对这样的话会有那个利德兹英文的哦리더스영문으로이렇게나옵니다 LED 로쓰면 네, 정품인증라벨입니다 새로운 기술입니다 와所以说这个新款的话就是加量不加价量加量不加价是是是保湿剂多加了35000而且我跟你说利德兹啊就是我很久之前在大概4-5年前嘛就是很老的一个品牌、啊、对很老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品牌哦它一直火到现在而且有很多品牌就是可能就昙花一现但我跟你说这品牌到现在都能火的而且它主要的功效就是补水保湿特别好而且现在在秋冬换季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秋冬换季你的就家里面肯定会开空调或者有一些暖气之类的然后你自己就会那个叫什么来着脸上会干会起皮所以呢你用这个面膜的话就可以就是你每天一片就可以了去补水而且每天都可以去用的对哦，稍后我们公开价格哦，把那个秒完以后哦，这个稍后一下是吗？对的，现在还不给价格，对不给。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5号链接的这一个香蕉牛奶面膜，这一个面膜的话，这个价格就是秘密。然后你们要去，就是你们要去买。的人呢你们就直接去拍就行了就拍下的话是有惊喜的但是拍下的那个惊喜的那个价格就是你们想不到的一个价格是的这个是在我看多少号5号链接这个是在5号的链接然后你们偷偷去拍是先偷偷去拍吧哦因为它是个秘密不能说出来怕被举报哇赶紧去买我跟你说哦你比较喜欢哪个味道选一个喜欢哪个味道啊从这闻一下累死我了，草嫩，但是草莓味的，草，哎，草莓，那个韩文是怎么说？韩语怎么说 ？N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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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韩语能力很强哦 ，Nike，Nike， 我觉得你在骂他一样，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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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莓。这个是在五号链接，你们赶紧去买啊！粉红色，点开，金爆价，好吗？这一盒是五片的，而且这个草莓它主要的效果就是什么呢？美白、保湿、提亮肤色，还有就是什么痘痘痘印啊？祛痘。如果消炎。还有起到一种祛痘消炎然后镇静舒缓的效果，而且这个草莓可以使用的敏感肌孕妇适合敏感肌使用，特别适合敏感肌，如果你们是敏感肌的话你们就可以买这个粉，是粉红色吧。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所以你们要去的话你们就自己去，而且一盒是五片的，你们现在拍一下真的是有金爆价，拍了多少划多少钱一片来，小胖？多少钱一片？算一下啊，一盒是五片，我就给你算一下多少钱，多少钱一片？哦，这两个都行。7.2块钱一片，才7块多一片啊！一盒是五片，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它是纯植物去提取的，没有任何的就是化学添加剂，所以如果你要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你能用。他们说6块，小胖。我真的，我们家粉丝，你们赶紧去买，真的太划算了。秒完这个秒地的滋，秒完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你们要去的就自己，我也不能说价格，我好想说，但是我又不能说，就真的超级低的啊！你们要买就自己去，就这个，哦，你来这个，然后这个，对，就这个，对，这个价格，没错，就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对，这个，没错，赶紧去啊！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来了直播这么久，就是因为看看我们的小米的那个。销售能力看有没有提升哦，你们俩再来一波，好尴尬哦，真的是。那奥尼来吧，奥尼先。他们那대결또한번시작을해보시는게어떤가생각하십니다네너무못하겠어요어려워好难。来，先跟他说一下成分呢，然后就会了。成分啊？这个主要效果是什么？对，你说的成分。这是保湿补水，这个是祛痘，主要。可以祛痘消炎，美白，对吧？嗯，祛痘消炎，对，然后美白也可以。哦，然后这个呢？是保湿补水。哦，然后你翻译一下。이쪽에딸기요거트는요미백하고트러블注意啊。네수분충진이고요아까이쪽에그바나나우유는수분충진충진하고또충진한제품 제품특징내줬습니다네开始了吗？啊，2分钟时间嘛。哪有1000块钱的运费啊？怎么可能？你联系一下客服吧，看是到哪里要1000块钱的运费。1000块？啥情况？应该没有吧？他是哪里的？不知道，你联系一下客服吧。一盒是五片，一盒是五片，解释一下。那我们开始了啊、哦。嗯。啊，这准备一下时间。지금시작해도되겠지않나요？要不这次你先吧。我先吗？哦，对，他先。也可以哦，你不然我先。먼저이번에는어니不然我先我喝点水啊，喝点水补充能量啊。这一次车先开，好，现在计时哦，2分钟51啊，我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这个面膜它在五号的链接啊，然后这个面膜呢。它有两种，就是味道都不一样，而且两种功效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草莓的，草莓它主要的效果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们是痘痘肌、敏感肌，甚至如果你是有闭口肌，你全部都可以用这个草莓的来修复。而且它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美白的功效。这个黄色是香蕉牛奶的，它主要就是补水保湿哦。然后你们现在去拍，真的特别划算，才。这个一盒，反正也不能说嘛，反正今天就特别低的价格，就这个，然后你也可以去买两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它一盒是7片的，而且我跟你说，它呢是5片，哦，一盒是5片，我说错了啊，一盒是5片的。另外可以给你看一下它的那种精华，真的特别特别浓稠，我感觉这个真的就像什么果汁一样的。所以呢，这个面膜跟我自己用过的面膜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之前用其他的面膜敷到脸上，有很多韩国面膜都是那种泥撕下来之后啊，然后就可能脸上很干，然后水就是脸上是有那种水分的。但这个面膜它不一样，就比如说你敷在你的皮肤上，再拿下来之后，它呢就
真真切切像你敷了面膜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膜纸呢是日本的纳米技术，所以它真的就可以全部渗透到你的皮肤底层。所以如果你们经常就是，而且我再给你们说一句，就这些面膜的话，一般就补水保湿类的，你们天天都能用。特别是现在换季，你们真的应该就是多用一些哦，特别特别划算。在五号的链接，宝贝们，赶紧去拍呀！好，限时两分钟，开始了。OK， 我们家的小老弟们，이제부터스타트이번합니다네판매량을계속상승하고있습니다是的，来加油！啊，前面能别挡灯光吗？头，换个位置好不好？就在五号，我们计时有没有开始啊？计时开始了吗？开始了，对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到56，好不好？不要小什么呀，觉得，而且我跟你说，它真的是相当的划算了。所以就是你们要去拍的话，我感觉就你一般买面膜，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品牌也是那个新店开张，所以给了一个特别特别低的价格。然后你以后再买，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格。然后今天也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海哥来了嘛，所以给粉丝们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所以你们自己偷偷去拍就可以了。嗯，然后是。那么这个，然后是一盒是五片的，你们可以去下手，而且这个确实还不错，你们绝对是用了会回购的一款面膜，所以你们要买的话，你们就自己去，别的也就不说啥了，是不是快到时间了？快了，好尴尬，冲啊，小宝贝们，赶紧买啊！让我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好吗？真的是赶紧冲。送签名呗，等会儿给你们啊，等会儿给你们送签名啊，待会儿还要就是送那个，待会儿再说吧。等会儿给你们抽，但是刚刚给你们抽的那些我们还没有给你们核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面膜它味道是很，就是果汁的味道，就是你一闻就很想喝的那种味道，所以你要买你就自己去吧，哎呀，好尴尬哟。愉快的夜晚，这两分钟就过去了呢。来，有请我们的海哥回来一下啊！刚抽了那个签名，等一下，我先带班一下，好吗？来，我带个班儿。好笑死了！太难了。太难了。You can say something. Action. 三来三二一 ，Action， 开始。逗死了。麦麦，麦麦，哦，麦麦。이제품은네딸기향제품이에요딸기가뭐였죠딸기하고요거트가아딸기네아草莓그리고이거는바나나香蕉네향이굉장히가득한네요거트팩인데요네이딸기향은미백기능그리고수분보충기능을해주고있고요이제품은수분보충을네해주는역할을합니다네여러분제가아까봤는데요대주기님의저수이거요저수려또쓰러짜잔오짜잔오지금이미네이렇게팬분들이렇게캡처를해주셨더라고요네저도이제오늘부터사용을할예정인데요여러분우리함께저도今天开始要使用了要使用了이인증샷만들어볼까요네요미요미많이사랑해주세요많이많이많이주세요많이많이많이아책책이에요책가격에는、네、이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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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가격에没错가격에책거책이에요네没错，在五号的链接啊，赶紧去啊！好，计时两分钟开始。小胖两分钟开始了。好。네그럼요네증정이벤트네네증정이벤트도할예정인데지금여기서바로사인을하도록하겠습니다哇，这签名吗？哇！天哪，哇！这是谁的呢？这是谁的？哇！哇！天哪！这是谁的？啊妈！萌萌哒，萌萌哒，他不会
写的。大帽子，大大大大。小胖写在那边，给他看一下。大大写在那个纸上，给他看一下。哦，安妮，不好意思。怎么了？安妮，你都别。冻死了。大帽子。草莓的买它好吗？现在是有妈妈打配偶。啊，冻死了！么么哒，么么哒哇！여기어근데又卡在么么哒了，他们说。这个你留给带就对了。괜찮아요네哇，两个哇！签了。天哪，我们这个就在买的粉丝里面去抽好了。好对，就送，就是买面膜的人才抽才有。必须。买面膜的才有啊、哦！如果看到没有面膜就不给，好不好？必须要买的啊！必须买面膜的才有，买呀，去呀，冲呀，小宝贝！价格很便宜的，我天哪，这也太便宜了……两个都买的有希望吗？开运气啊！开运气哦！两个，天哪，我都想中了，小胖偷走给你男同学，单独给我签一个吧，偷走，偷走，现场偷，赶紧去啊、哦！抓叫什么来？抓紧去宝贝们，两个都买了，而且我跟你说，这两个效果都挺好的，因为一个是如果因为现在很多女生不是那种正在青春期嘛，你们爱长痘痘啊，或者说有闭口的，你们就可以买这个草莓的，这草莓的，而且这个是香蕉的，就专门是那种补水保湿嫩滑你的皮肤的，就香蕉的，嗯，一盒是有5片，一盒是5片装的，亲爱的们。对，不用了，对。时间끝났어요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抽了呢？来，我们来飘那个吧。哎，这个品牌方想打什么？我们把这两盒抽出去。年轻的啊，什么东西？打什么字？就飘什么字？飘字，你来决定。MY。哦 ，MY， 大家飘 MY。MY 大麦哦，抽两个。哎，屏幕上可以就是告诉他们是怎么写，我怕有的人就是对 MY 大麦 ，MY 大麦吧。大写的 MY。抽两个最上方的两个好了。啊，行，是最上方两个吧？行。抽最上面的两个。抽最上方的两个哦。哦。啊，等一下呢，太快了，小胖，真的是，好的，他们都没飘，他们都没飘，你这就拿过来了。等一下，至少 MY 给个飘屏的时间呢、啊，所以要没买的赶紧去啊，没买的赶紧去中了这两个面膜，我跟你说，哎、加油，给你们2分钟付款的时间，然后再给你们一点飘屏的时间。是的，所以加油。我亲爱的们，没有买的，就是买过的人才能中哦。我的天，要把它拿回家收。如果要是你们等我飘了屏，然后我一查没有你的单的话，不好意思，下一个。对，是的，就不行，我们就按照屏幕里1、2、3、4、5，如果你没买就下一个了啊，好不好？对，来 ，MY 大麦开始了，赶紧飘 ，MY 大麦。对，哦，你来就是三，准备截图啊，二，一。截图，对 ，OK， 截图，上面两个是吧？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上面两个是一个，歇一下吧。J O L D W A， 看不清，你的手机太暗了。这两个你们看到了不？然后还有一个是昵称悠。第一个是钻粉什么玉的那个吧？第二是昵称悠，对，这两个恭喜你们，赶紧去呀、啊，没买呢，好吗？这个都买了吧，赶紧去啊！太难了，我他们说，我晕，我第三，柠檬就完事儿了，他们说，这尴尬，有延迟啊，一般都是有延迟的，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亲爱的们啊，还有，放心啊，还有别的。然后，第三，下一个立德姿，第一个是啊，哦，下第三个是立德，下一个是立德姿，对吗？好，我们看。现在上我们的少女，嗯，爆秒了，秒杀，直接上，直接秒了吗？对，这个直接秒，对，不用再介绍了，就不用介绍，直接秒，直接秒吧，直接秒，价格非常的。필요없습니다이거는그냥그냥그냥秒杀
哦，你秒杀，秒杀，秒杀喽，秒杀喽，秒杀，秒杀，秒杀 OK, 好难哦，快点把价格拿出来，秒杀，秒杀，我天哪，这也太便宜了吧！哎呀，你想你旁边坐着谁？六号链接，我的妈呀！哇，签名打开之后，69/20件。哦，你也怎么每个都有签名啊？我签名了啊！哇，69/20片哦，立德兹很贵的，之前我买。对啊，还加赠什么？还加赠两片。对对对。哦，这个立德兹在6号链接，你们要买就真的去吧。哦，你这个韩国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韩国也是国内买吗？嗯，买是多少钱？哦，무지매는모르겠어얼마죠3,000원아이게들은거니까한가게3만원네就是3만원是180是后面就可以准备有什么180一盒吧嗯现在是2万再买哦，现在是两万元一百二，一百二，在韩国是买120块钱一盒，然后现在今天秒杀是69，2盒20片，嗯，对，所以你们要买就自己去吧，很便宜的，加赠两片哦，嗯，加赠两片啊，그럼하나2,000원밖에안해요，네，嗯，想买，好，妙。哇，一个真的挺的，这个真的很划算，跟你说，嗯，买了那么多都没加油，这个也不知道是谁的，嗯，这个虽然说不知道是谁的，就在他手上那个，那看缘分吧，给他翻译一下，哦，翻译一下，我们真的是他们都开始，小哥今天很不专业，小哥今天就是有点懵，你知道吗？你买了买了。是就是你们要去涂了那个口红，涂了之后就懵，就不再懵掉了。神经颠倒，现在很专业。就那个什么了，你知道吗？这是在哪里发货呀？这个这上面有啊。你们现在拍，反正就两盒，你们要买就去吧，亲爱的们啊、嗯！来，下一个，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关注一下，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这个二号是我再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二号吧。这2号已经没有了吧？它赠品好像已经没了。赠品没有，没有继续送，继续送。对，但那么大方的吗？对，他就是想让那个街上要还水。能给我带走吗？好吗？继续送50份。哦，继续送50份是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二号呢，它是那种专业的，是美白、淡斑、提亮肤色，而且它是收缩毛孔的一个28天的精华，哦、嗯，它一盒是多少钱，小宝？一盒是28片，28片，然后多少钱？88块钱，真的很划算。另外呢，你们买就是买会额外加，就有前50个人会加赠，就是说粉水，而且这个粉水我可以告诉你们啊，它是懒脂秀山茶花可可抗皱。保湿爽肤水主要的效果就是抗皱保湿的，因为我觉得就我们女生在你觉得就是女生在多大年纪开始就是抗皱了，여성분들은몇살부터이런주름개선제품에대해서이렇게많이사용을하고관심을가져야될까요아저도저는최근에시작을해서너무후회중이에요他说最近才开始抗皱，对吗？对，特别后悔，抗皱的，所以很特别后悔。20대때후반부터应该从20岁初开始。对，我也觉得是，因为我眼霜是从26岁开始用，所以已经没有用了，我觉得没有效了。그 아이크림을20대부터사용해서지금이제는크게효과가없다고얘기하시죠그러니까20대초반부터해야돼요저도요즘에어二十，我觉得从20岁用这是最好的。저도이제서해서嗯，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水它主要就是抗皱，然后补水保湿。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女生啊，你一旦就是到了20岁左右，你一旦到20岁，你知道18岁胶原蛋白是最满的时候，你只要高过18岁，你从20岁慢慢你胶原蛋白就开始流失，所以你一定要抗皱，不然如果你就是从20岁开始抗皱，
你跟30岁开始抗皱是不一样的。如果多年后你同学聚会然后在一起，绝对你还是那个最年轻的。嗯，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从20岁开始抗皱，而且这个也是山茶花抗皱补水保湿的，它呢是就比如说是温和的去软化我们的肤质，平衡肌肤的一个酸碱值，然后呢可以二次清洁的同时调理我们的肌肤，而且可以深入我们的清透肌底，另外呢就帮助就收缩毛孔啊，然后就是一些什么去皱一些的，所以呢这个爽肤水就是有这样的效果。嗯嗯，现在我可以捞粉捞可以一会儿了。嗯，已经买了对吧？这个真的挺好用，所以你要买的话你就自己去吧。嗯，哎，刚刚我们抽的那些签名要现在签吗？现在签了，对，要跟他讲一下。对，哦，欧尼阿嘎克，就是刚刚抽的那些签名要麻烦他现在帮我们签一下。啊，아그저희가이렇게그어댓글분들캡처해가지고사인을사인을준비한다고했거든요혹시그사인을부탁드릴수있을까요네저희가그래서좀물어보자면저저纸可以吗纸还是用什么签啊따당와签名板都准备好了哇！要写他们的名字吗？不用写吧？那来不及写。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哇，给刚刚那几个中奖的人吗？是的。对对。我刚中奖那也太幸福了吧！我的天哪！我更喜欢不是。你出门要挨打了，我跟你说。挨打了吧？你出门要挨打了，哎，男生能用的都买了。柠檬树下柠檬精哦，柠檬果。柠檬，我就是那颗柠檬。哇，请假。不是，我的意思要不要特别签几个，这样吧，这样。哇！哇！嫉妒了，哭了，全网通缉那个男人。全网通就记住那个男人好吗？那个男人在哪里？在这。哇，看一下。笑好不好？我。哎呀！天哪，看一下，你是不是都不是这个的？口红，口红在哪里？谢谢，他写的谢谢好搞笑，就拼的。哇！谢谢你个，哇每哇每个都有哎，我的妈呀！哇塞，你们刚刚中奖的人很幸运，超级宠粉好吗？巨宠粉，请翻译一下，小胖宠粉。请翻译一下超级宠粉，宠粉我也不会翻译。애정을많이팬들이한테많이주시네요너무감사합니다哇，看一下啊，姐姐现在需要擦点口红。你可能需要再擦点口红，还要都已经被亲没了，我跟你说，太难了。你哭了，别哭，小宝贝还有机会，好吗？哦，谢谢，写的还挺好的。哇，开始亲这边了，几张吗？几张？我看一下，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张了都。这样子吧，我们让他签10张，剩下5张的给接下来的一些活动给他们抽奖用，好不好？哇，好过分了啊！可以，就6张了，还有4张。我签着给我朋友。你要求完，好想要。三一零。啊，我他是手推的。小胖，你也要是吗？手轻轨。啊，跟那几个。小胖，你过分了啊！你看小胖在现场的，你看。哎，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这么快的卖力啊！杨机场。哇，小胖，你什么朋友这么卖力？他是谁？我朋友。机场。机场。一个。机场吗？对。杨机场。啊，都是杨机场。杨机场吗？哎呀，冻死我了，真的。好，그럼중국분아니세요？중국분맞았어요。중국분맞아요。哇，签名了耶！这个也太幸福了，小胖同学。几张啊？这边。哇，过分了，小胖。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7张。K K， 7张。7张是吧？7张，能不能凑够10张？10张我都不好意思了 ，KK， 真的，我脸都红了，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我的天哪！我得给粉丝。哇，真的好，你看我脸都红了，真的好尴尬哦。我，你看我带的都是谁？啊，不过你看，为你们好，都为你们谋福
福利了呢。对呀，这是最必须的呀。我真的害羞了，你看。哇，谢谢，来，赶紧的飘一下啊。不要让我宝宝写了好吧，酸了。天哪，翻译一下来。这我感觉这个翻译它真的是自从写完口红之后它已经飘了，它已经魂没了，魂不守舍，魂没了已经。它又没有口红，可以了吧，时间够了，够了够了。我们粉丝都说不要让我们的宝宝累到了。嗯，五哎几个了？差不多行，差不多够了，差不多行了吧？嗯，够，几个？10张，1、2、3，差不多4。5、6、7、8、9、10张，正好10张，正好10张。哦，谢谢哇！哎，我听说他最近有发新歌哎，我们能不能悄悄的听听啊？来翻译一下。哦，你听说最近有发新歌，我们粉丝想听一下。有没有荣幸听？对，저요？네아어네빠른시일내에앨범을 내고싶어요지금준비를하고는있는데올해는넘어갈것같긴해요그래도내년에는또앨범으로찾아뵙지않을까正在准备一个新专辑但是今年可能是 不可以但是明年会以新的姿态新的专辑会给粉丝很多福利然后跟粉丝见面哇지금가장빨리하고싶은거는중국에서팬사인회를빨리열고싶어요오在中国有粉丝见面会哦有粉丝见面会最想最想做的是到国内做粉丝的那个见面会见面会很多粉丝그리고내년에什么时候啊네내년에는또드라마도明年有电视剧哇哦明年有电视剧可以拍哇韩国在中国在韩国来中国韩国应该中国应该有秘密所以听得懂所以是听得懂不会说吗听得懂中文吗你能听懂一点点吗中国어느정도까지는혹시아시는건가요예전에공부를좀하다가콘서트에서열심히했는데다못알아들으셔서우리팬분들이다못알아들으셔가지고그때충격받고 以前在演唱以前就很就学得很认真很努力但在演唱会给粉丝就说过几句话都很多粉丝都没有听懂然后那时候就听不懂受打击受打击就不学了不学了是吗对那大家给他加个油吧加油加油팬분들지금아마댓글창에이렇게화이팅해라고중국어그냥화이팅해라고응원의댓글달겁니다加油塑料中文对吗就传说中的塑料中文아주네헛들은중국어로 我听说他之前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那对中国的文化他有所了解중국에서어느정도계셨던걸알고있는데중국의문화도잘아실거라고얘기를하는데에피소드나좋은얘기나상담한거있으신가요와되게막이래망저는그걸저되게그걸좋아했었어요저희다같이샤오롱샤오샤오롱샤샤오롱샤샤오롱샤이렇게까먹는거를좋아해서네吃小龙虾他觉得很好네샤오롱샤도막까먹고근데그것도먹어보고싶었어요되게독특한데면이이렇게두꺼운면두꺼운국수가있더라고요刀削面아刀削面네칼국수네칼국수두꺼운거宽的刀削面哦，宽的那种刀削面，是的，네그것도먹어印象非常深刻的。嗯，네我자꾸먹어보고싶은얘기만하네요他说吃的太多了，现在记不住，很饿，很饿，都是你们的欧尼饿了，说的我都饿了，欧尼饿，欧尼饿，他说。好逗啊！호건은드셔보셨나요저번에호건드셔보셨나요아네근데호건은한국에서밖에못먹어봤어요한국에서도요즘호건이진짜유행이어서호건랑마라탕을즐겨먹고아火锅的话它是只在韩国吃因为韩国最近也非常流行中国的火锅也是经常吃那个중국에먹고말이에요근데요즘한국에서하이디라고하이디라고네하이디라고가봤어요세번하
买好吃，对，太多买吃，后锅买吃，后锅好吃。嗯，哦，你辛苦了，他们说，你真的得看你本。嗯嗯，然后这种抽，主办方说这个抽有那个，哇，主办方抽的是吗？抽满屏，抽满，对，抽闪屏，送两个满屏。哦，这个呢是主办方就是送满屏啊，送给到的福利，所以呢是购买了刚刚商品哦，必须是刚刚就是购买了，就是一些就下面就一到几个链接的一些粉丝啊，然后去抽满屏，由我们的那个校名我匿给你们抽吧，好不好？行，嗯，抽两瓶送给粉丝，刷什么？满屏，是满屏还是两个？满屏，满屏，两个满屏是吧？嗯，两个满屏。送在这里，都那些专门在这里。嗯，刷什么？口号。刷啥？最美笑敏。最美笑敏，你们刷吧。最美笑敏。刷。最美笑敏。댓글에제일이쁜표민이라고댓글달아서最美笑敏。哎，听懂吗？那是。是的，笑敏，笑敏，听懂吗？最美笑敏，好吗？对，然后我们抽两瓶来送。让他们抽，滚起来再抽啊！对对，等那个滚起来再抽。对对对，两个满屏。然后大家赶紧飘，我跟你说，你现在没买的就赶紧去买，我跟你说，因为买了就有机会了。哎，我想问这个是啥面霜？对，这个是什么面膜？冰激凌。是面霜对吧？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吧。我给你们看一下送的面霜嘛。ice cream 看一下，它是冰淇淋面霜。真的，你闻一闻。对，明天让你拿。价值100块钱，它是有点那个。卖的话，差不多100块钱。哦，要卖的话，这个面霜是100块钱。但是我们不卖哦，不卖。哦，就是非卖品，就只能送，就非卖品，然后只能送。然后今天会抽两个满屏送哦，你来，就是，你可以说，对，开始了。三，零，一，二，对，是的，三二一，抽了一个，再来一个吧。三二一。啊，说完了。嗯 ，Hello， 朋友。三二一 ，OK， 两个，两个满屏。嗯，然后我们今天留一个最大的礼物奖送给今天两个，所以买东西的第一个满屏，你们看一下。签个字，最后送的。哎，那这样，哥，这个是你拉一下，得到这个礼物的是今天就是购买金额。最多的，这是第一个满屏，你们看一下。然后呢，可以帮我们粉丝签个名。然后，这是第二个满屏。OK。然后跟你说，就这个呢，产品，这个产品呢，就也是不卖的，对吧？对，是不卖的产品，就绝对不卖。然后。这个呢是今天在就是本场直播就购买最多的人会第一名就 number one 的人会送给他这个，这是钻石戒指，它是钻，它是팬분들제일구매를많이한팬분에게증정하는기념품제품입니다。嗯，里面真的是有钻的哦。然后里面是华洛世奇的钻吧？다이아몬드가있습니다제품。七个钻也是。솔로스키저도이거있어요。哦。你说也有的这个。哦，也有的。嗯，看一下。就今天购买最多的哦，就是今天购买金额最多的人才送，而且我跟你说，它的气垫是挺好用的，就像 VT 的气垫，我从很久之前就用过，真的有钻的，华洛世奇钻，非常非常的闪，华洛的珠钻，看一下，非常非常的闪，嗯，然后就送给那个宝贝 ，bling bling 啊，嗯，是，挺好看的，한정판일걸요？对，没错，然后时间呢？哦，我们的上面很快就要走了。哇哦！你们还有什么跟欧尼说的？赶紧，对，表白机会来了。마지막으로팬분들이네팬분한테할얘기하고네어네제가먼저아니팬분들이예네저간대요저가요빨리남겨주세요说那个他要走了，没有啥说的，赶紧说。赶快说，没说的赶快说。오랜만에만나서너무즐거웠고그런데어제가역시중국어공부를열심히해야겠네요他们说少喝酒。他们说어디수수금마시중국짜요少喝酒，수금마수
자 그 마셔요. 조금 마셔요. 댓글에서 술 조금 네, 마셔요. 술 적게 드시라고 그러네. 또 쓰러. 술을 좋아해요. 저는 酒 真 好. 我想问问一下，为什么韩国女孩子都特别能喝酒？我以为韩国有的都她素茶嘛，特别喜欢那个叫什么烧酒吧？可素煮。她이다만언니한거래서她说那个幸好就她不能喝。嗯，素煮不能喝好吗？人家也是不能喝的，酒度不高。아프지말고。嗯，아프지않네여러분도아프지말고네빨리중국에찾아가도록하겠습니다사인회팬미팅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会尽早到中国找你们的。哇哦，听到了吗？还去韩国开签名见面会哦。哦，到时候我们可以中国见啊、哦。对吧？中国见，中国见，中国见。嗯，费用配合。好了，最后跟粉丝们打个招呼。哦，真的好，他真的好帅哦！算了吗？柠檬树下，柠檬果，好吗？柠檬果要不要掉两滴眼泪？饿死了！拜拜拜拜拜拜！羡慕嫉妒恨了吗？